盖欧卡第一招水风暴，翻五张，选后排两只，一，哎，二啊，三，四，四，必啦！零伤害，我再次都拼了，还全部丢掉。好，零伤害换你，抽一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古创。好久没有来介绍一副牌组了，这一次呢要介绍的是这副盖欧卡雪花轴的牌组。那估计这部影片上片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在高雄了，如果你有参加大赛的话，如果你大赛还不知道打什么的话，不如参考一下，就是可以打这一副就是非常无脑就是非常单纯的一副牌组。然后比起现在 YouTube 上面大部分中文版推荐的雪龙二轴的盖欧卡，几何雪花轴的盖欧卡更是无脑，更是不用思考啊，我觉得。但是在中文版还有梦幻的环境之下，可能有点不好打。等 C 标明年一月 C 标退了，没有梦幻以后呢，这一部盖欧卡我估计是非常有趣又暴力的一副牌组。那来看一下牌组构成的部分，首先是我们的轴心几何雪花放满四张啊，主要是要用到第一招元素连锁，查看牌库上方六张，选择任意的基本能量填到自己的宝可梦身上，然后重洗牌库。好，这个呢就可以帮我们盖欧卡去做填能的动作。再来是我们的主角盖欧卡，盖欧卡主要是用到它的第一招凉水一无水风暴，将牌库上方五张丢掉，然后看看有几张基本能量卡可以乘以50的伤害给对手备战区两只宝可梦受到伤害。那这个部分如果对手知道你要打什么，结果决定单中的话，你可能就打不到它。所以当它单中以后，你可以决定再多填一颗能量打冲浪，好，变成120冲浪打前台，还是有机会可以收掉对方的。那如果它真的单中或者赢到收头阶段的话，我们放一张火神而 V。一只火系的宝可梦，一颗火可以翻腾火焰打20加弃牌区的基本能量数乘以20的伤害，就是看你需要补多少伤害，就从弃牌区把这些已经丢掉水能跟火能全部洗回牌库，给予高伤害的动作，可以基本上是无上限的啦。那古创自己呢多加两只梦幻，既然梦幻还没退环境，那我们就放梦幻吧，避免说现在炮虫当道到处肆虐的状况下，我们后台一下就被点死了，都还没填好能量呢。那如果说对手也下了梦幻，你可以用这个精神力量去做点两次，你有两只梦幻嘛，点两次的方法可以把对手梦幻点死。通常中文版可能就放一张梦幻，应该不会放到两张梦幻这么的害怕穿伤啦。然后 switch 放一张，移动神放两张，避免说对方有什么矿山，或者是把一些残血的宝可梦反而推到前台，让我的水风暴打不到的状况下，可以把它换到后台去。那先机球四张就不用多说，基本上一定要放个球的，因为盖欧卡血量在90以上，所以不会推荐去放等级球。再来是我自己会觉得要放三张普通钓竿，避免说在水风暴喷牌的过程中，把我们大部分的盖欧卡跟火神而 V 全部都喷到弃牌区拉不回来，再用索尼亚去加速我们从牌库里拉出基础宝可梦的速度，然后可以让我们的牌库更纯的能量打出更高的伤害。那能量的部分就是放到五颗火能，可以让火神而 V 有机会填一颗火，然后去做发招，那剩下的30张牌全部都放水能来给我们的盖欧卡喷能，就非常单纯的一副牌组。正反，反面。好，请选择。我要化工。好，进攻梦幻拼化。爱情多指教，请多多指教。出美若椰糖。感谢上天还没放弃我。眼泪刚才差点都要飙出来了。哎，小梦幻，超梦幻，好，下小梦幻，好甜。哎，这是我的位了。走牌，那你换不了位。哎，豆内。先击球，先丢掉一颗水能。抓一只几何雪花，稍等一下。好。索尼亚，抓两只基础。高考，高考。满场盖欧卡。盖欧卡的局域。看你怎么换位了。来。盖欧卡是大屁股。走天，换你。好，冲！进化。哎，哎，走。
二三四。好，先来结账吧。结束回合，换你。抽牌。当你打死一只我的时候，事情就已经开始不一样了。开始愉悦了。走天。再次盖牌。走你。哇。有血包。嗯。不要。好，没关系，两张几何血包。上手了。对，上手。来。怎么换？结束换你。事情只要抽到一张换位就结束了。通信。盖诺塞克特。好哦。好吧，终于可以动起来了。刚刚一直卡住了。进化熏香空装。好。切。二七。好，盖诺塞克特，一二三四五，抽四，一，二。三四，再下一只盖诺塞克特。好，一个小怪，他已经没用了。吃一颗糖。好，启用你。好，启掉所有手牌。走，两张圈的卡，换位。混沌场，好，接下混沌场，好，使用换位，好，发动盖诺塞克特，再烧，好，一二三四六，出发，手填，好。好，发动梦幻的第二招，一百三直接打死，气绝，收益。手牌，等一下，解忧雪花，手填。好，解忧雪花第一招元素连锁，翻六张，任意填，基本能量。好，两张，五张。然后一张，要休息。来，请接，结束换你。抽。小菊儿的去看。好。再发物资通信，物资水晶。你要先看要填哪两只？各一。各一。好。第二张打死。安迪。抽一。盖罗法上场了。手牌，碎碎碎，手填，下一张解了雪花，盖罗法第一招水风暴，牌库上方翻五张，然后选择对手备战两只打点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碎碎打250是吧？是的，打死。好，打死。把这全部丢掉，那我就拿四张奖励卡。哦对，解抽啊，对哦，250减伤还是 G， 对吧？减伤完你还是死啊？好吧，是你逼我的。来吧，梦幻兄，来，等级球气糖果。好，梦幻小老弟，是该出来的时候了。刚刚被那下马的没你出场的份，现在有你出场的份。还真的有梦幻啊！哎呀，是该你出场的时候，该是我们正面对决的时候。真是的，真是的。受伤吗？抽二。好。似乎今天是了。
第二招也是一样，直接打血，不要乱打死，抽一，让血和血花，抽牌，收钱。索尼亚从牌库抓两只基础宝可梦，哎，下后台，好，几何雪花第一道元素连锁，看六张，呀，一二。三四，压回去。这都做好了，不给机会呢。呀，哎，但是我的梦幻在，管你，感觉是宣告你只能打前面的，冲！难打，当然是一定难打的啦。老大，出来！好，这是打死的，一定难打的。第二招打死，没问题，可以上梦幻抽牌，用搅拌，一二三四，休息，一下反而火生了不能出来了，卡，用火生了出来再搅，直接结束了。少天，好，梦幻第一招精神力量这边点三十，这时才想来点，似乎有点晚喽。收，就只能这样啊。少天，好，食堂，好，进化，可以，先清气干肉空抓，好，冰箱空抓，可以。撤退 ，switch 再上来。好。盖诺抽四，再抽三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这不是？一、二、三，这不是？啊、哦，对哦，糟糕，肉算，这就肉算了，还是没拼到老大。走吧，几张？三张。三张是不是啊？第二招打死，抽一，打一百三吗？对，好，抽牌，啊，点，我天哪，精神力量点死啊，拿一张奖励，哦，我，那已经结束了，结束了，我告诉你为什么在这，我可以，我现在这些能量素可以一拳爆掉你了，但是我偏偏这一场卡在这，偏偏，我觉得。刚刚很有机会的啊！天天手填火能，乏能撤退，这还更多三百三，对，三百来喽，来喽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这样子是两百二，两百四，两百六，两百八，两百八你就死了嘛！好，两百八就好，两百八打死，翻腾火焰。好痛哦！